史上最凶残的光头大叔克雷多斯和史上最可爱的白猫多乐即将决一死战，这有如天方夜谭一般的场面。在集结了 PlayStation 平台上各路好手的 PlayStation 明星大乱斗里，都可是家常便饭哦。除了战神之外，秘境探险的德瑞克和恶名昭彰系列的科尔等等大牌明星也都是可以使用的角色哦。就连尚未推出的《潜龙谍影崛起再复仇》以及 DMC 恶魔猎人中的主角雷电与但丁都会在本作登场，让玩家抢先一睹他们的风采哦。和一般的乱斗型游戏差不多，大家要操纵自己喜欢的角色，在充满机关和道具的动态场景上互相厮杀。只要按下按键，再搭配左类比的方向，就能够使出各式各样的招式。不过啊，想要彻底打倒对手来取得分数，就得要不断的攻击，累积 AP 计量表，再使出超级帅气的大绝招，才能够把他们通通赶尽杀绝哦。这一款游戏也特别对应了让 PS3 和 PS Vita 可以直接连线对战的功能，大家也可以连上网络，和来自全世界的玩家一较高下，为台湾争光哦。